观圣帝君。旧结真经，旧结文戒杀文。正心宝告五圣帝君训。警示文南天圣帝观夫子圣谕。观圣帝君受禅玉帝经月，观圣帝君感应灵咒。观圣天皇简介，观帝传阅，观公事迹千里寻凶。加加加六千零四回。观圣帝君九节真经。吾是汉关公，名扬宇宙中，桃源曾结义，能有几人同？吾独弟单刀扶汉末，硬败不甘从。今中坚义勇，盖世第英雄。浩气凌山岳，凛凛独威风。春秋葬吾内，与孟守胸中。剿吾奸伐魏，魏的列三公。奸雄难济害，独过五关中。心怀抱大义，放过走华容。尽表平生志，众捐九节中。罗阳秋日降，汝等幸其逢。救灾兼救劫，莫送不招凶。有不如意事，朗诵福来重。若无诚敬诵，难免祸来重。若为求四念，必定产而聪。若为运简念，必定有亨通。若为父母念，必定古稀逢。若为王化念，必定列仙中。若为乌冒毒，必定大招凶。神明常见察，必不肯相容。此经名旧节，名圣一般同。念之无妖魅，念之鬼无踪。劝耳中未本，孝义亦相从。不怀廉洁外，不涉道邪中。不藏奸狡计，不赤妖淫风。神明常见察，斗趁要平功。勿轻出重入，勿常交离风。人交天不佑，功倒必兴隆。完。加加加六千零五回。观圣帝君九节文。零零一经文。零零二零验。加加加零零一经文。观圣帝君亲降济世灵验旧节文。四川重庆地方。大义二郎庙侧右，有一乡老王三从。三从有座重山，素行好善，潜心邀集各境人民，在云峰寺建设金坛大教。四月初六日午时，令反有光绪二年公元1876，有一工人陈庆来坛观望，忽坐神前，威严正色，大声叫曰：“吾乃观圣帝君，临凡事也。”霎时祥云四起，钟鼓自鸣。今得王三从与首饰诸人，面如土色，其跪阶下。帝君怒曰：“吾以忠义治世，吾在天上。”
心在人间，愿救众生，以忠义存心，免遭恶劫。不料众生造下无端罪恶，无不忍生灵涂炭，前来告知，你等大都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不信神地，奸淫邪道，诡计百出，种种罪孽，恶贯满盈，诸神表册一一奏上天庭，玉皇大帝观罪恶簿，堆积如山，帝亲临下界，查查善恶，千人中难寻十人行善，回天大怒，要将作恶众生收尽，吾乃具诸天神，再三哀求，方许准留一半，敕令瘟神通行天下，收尽恶人为止，一家修善，一家清吉，处处修善，处处平安。无前为你等众生，也说明圣经绝世文，明圣经及桃源经，绝世文及绝世真经，教你等爱兄弟、信朋友、睦家族、和乡邻、敬夫妇、爱子孙，多行方便，广积阴功，戒杀生，尔等如何为有行也？今特临凡，尔等从速遵行，或抄录，或应送宣传，一见此欲，即极力痛感，万恶消灭，自必百福千祥，如云集矣。见无知欲不传者，结束之内难免焉。言必驾返，陈庆倒地，俄而复苏。个人将所训之事书录送人，广传天下，讲誉世人。加0020燕时有南陵监生胡庭其曰：此虚假之谈耳。言毕七孔流血不止，立时气绝。加邹占回全家不信此文，不过三日，俱瘟疫而死。加石桥部宋问诗举混明兰露舌，作恶多端，心性刁狡，一见写此文，当面笑其妄言，笑未毕，自掌其口，内无言。传说天神下界，特收恶身，一家大小十三口，具提刀自刺其喉而亡。家重庆宝玉符，下姓一家九口，皆患瘟疫。叩诵此文二百章，传诵即愈。二百章有作千二本。下同家洪江左街码头，冉战回右孙的詹瘟疫侯镇，命在戏旦，应诵此文二百章，随诵随好。家平坎堂两相，阳春之之女的下抽筋症，无方救之，死去七日七夜，
指心窝内有热气，其切蓬是欲一人性梦，谈及此事，夫妇焚香叩许，愿诵二百章，随依随遇。家张发明有女月经，杀鸡腰腿疼痛多年，不能下床，服药无效，许诵此文二百章，不药而愈。家永日县唐思有身患被花疮，日夜不安，病时甚久，敬诵此文二百章，勿药而好。家远朝学，平日好善，一日梦中见城隍土地言曰：吾奉关帝吕祖之命，教你六月初一日向北方求药济世，至其祈祷，忽来白马衔文一张，是之即此文也。伪朱批曰：此文即是妙药，能救一切灾难恶孽病症等，凡有诚心祷求，未有不灵验如想。但是人好善，男性与母，帝君就节制意。家又湖南长沙县刘光照，患劳症痢症，多年未见愈，七成是疫病多年，服药无效，传诵此文二百章，病灭自好。家即想想张氏身怀有孕，忽得病五天，小儿死在腹内，只有心中泛点热气，全家慌忙，无计可施，幸遇其亲，知此文灵验，当日即诵此文二百份。次日小儿落地，张氏劳力尽休，复诵二百份，不数日自安。家丰阳县谢河山到阿冲苏茂义的染大病，传送三百章即痊愈，复捐资刊刻应送，生意大利，后果积银数千回到家中。家西安县孙明亮在关内见此经文，答应传送而后遗忘，后到阿冲苏遭遇大难，打流由南岛中营中当伙夫，忽一日过后街，偶遇传此文者，因想我在关内口答应传送不果，以致贫病如此，即传送三百章，疾病痊愈，后才过两年积银千两回家。家湖南周玉山患眼病多年未好，叩许二百章贴送，后果自好，并存银八百两回家。家伤肝张东城时运不通，后游到哈市食粮，父母百徐在家，来信不能回乡，许送二百章，后果积银七百两，回乡见乡亲。家富平县少里阳在阿冲苏茂义
应诵此文四百章，财源鼎盛，并免大难。加阿充苏有吉赵子方求子，敬诵此文百章，后来连生两子。家隋完十一少官朱贵奉镇台湾公差，走马报耳，眼见帝君降下此文，闻经闻灵验，因眼不明多年，服药无效，应诵此文七百章，眼目果明。家湖南湖潭县一都寺中，一恩范值八月大雨，雷雹落下，当天求禁地，莫损伤人民，田种物资，船印千份，及粮及印。家衡山文明林，因赐子君披患风阵，并达九分，许传印此文五千章，历时并正大志。家刘连勤归卧病在床数日，服药无效，即诵此文百章，勿药痊愈。家刘泽州诚心应诵二百章，其消千次福，自后百事顺遂，家宅平安。家又敏行复信，见此文灵验，当天应百章，其保家中老少亲戚，即因续妻杨氏在家不睦，读此文后日渐和好，各事顺遂，故特印传酬送。诸君见此经文，切勿轻视，勿惜转送，四处张贴，为诚心向善，速效更见，冥冥中有不可思议之妙。越过之后，转给他人，尽其自止，功德无量。加加加完，加加加六千零六回。关圣帝君戒杀文，时间公元1920年，地点四川云庆山，全名关圣帝君劝人戒杀改身多利寿延广生语文。家家家每见世间男女，身其罪喜严兵，要人与他庆祝，广为宴客杀生，不思人与物类，都是化化生生，无论牛羊犬豕，鸡鸭鱼虾荤腥，凡属血肉动物，同是天地生成，不过禀赋未全，不敌人有智能，好吃人心残忍，能够把他来擒，试看杀他之时，狠心逼死追身，很痛狠，捉杀无处逃避，悲身惨不忍闻，活活钢刀加紧，霎时命送幽冥。可怜流血取碎，可怜头足各分，可怜开肠破肚，可怜刮皮抽筋，可怜弯肝取肺，可怜割肾烤心，
可怜两目不明，可怜痛彻周身。注美，可怜大分小节，可怜油炸顶烹，可怜有口难诉，可怜有冤难伸，可怜误死半日，可怜动彻未停，可怜身兼手主，可怜何谓调根，可怜端上席面，可怜众客分吞，吃的冲口冲腹，死的彻痛彻疼，不幸变成畜类，被人残害掉烹。他若力能抵抗，定要与你相争，你未将他致死，他便将你枪身，奈何智力不敌，只得听命于人。一时虽难报复，他却含恨在心，阎王殿前诉苦，告你残杀生灵，希图贪悦口腹，不体好生之心。阎王与你记账，杀生命债如林，发你去变畜类，命债照数还清，只有奉亲奉祖，杀身尽孝最轻，但人不可多杀，亦当体恤深情，独有好作受酒，酿出杀劫尤深，因你一人享受，何苦年年宴宾，纵是寻其变兽，素着亦可作身，素可共天共佛，素岂不可共人，纵然儿孙要做，也当缩小客情，儿孙请客祝寿，素着仅可推行，何必杀身杀畜，才算尽孝之臣，能替父母戒杀，自然与亲家邻，至若招男嫁女，宾客何必满门，喜事圆求吉庆，不宜多杀生灵，倘如奢华多杀，恐妨祸及子孙，更有三朝满岁，有子以陪寿根，倘若宴宾多杀，必遭短命临门，纵然不遭死丧，残疾与鲁平人，只有产母生免，大亏大损堪惊。他要不能服食，非生无以补精，但须爱惜物命，鸡鸭不可多烹，要与儿孙习服，一二级当止停，切莫过贪口腹，有伤天地好生，果能放生戒杀，自然天降麒麟，奉劝世界老叟，已经受享长春，正宜培植善果，正好造福乡邻，正好利人利物，正好利言劝人，正好多说果报，正好栽培来因，为何有受无德，反去害及生灵，若非有人积福，焉能你享遐灵，为你一人享受，何苦多招亲邻，己身旦降之日，父母危险之辰，哀哀父母大难，己翻命入幽冥，虽然死中逃国，九死才的一生，正宜持斋戒杀，超度父母高升，正宜哀痛追荐，何敢欢乐宴宾，
为何不行善事，反去累积深深，召集亲朋宴会，都要杀害生灵，搜求山珍海味，全是动物凑成，为你一人受庆，害得重病枪身，试问何功何德？那些恩典及人，枉自受高北斗，功德未见毫分，只想接情宴客，造出杀劫非轻，命债越挪越重，冤仇越结越深，古今好生善报，说来历历可真。宋交架桥旧矣，状元贵显荣身，养母饲养病却，三公四世三英，许君打入界裂，都先正果成真。释迦弯肉救歌，受禅出狱牺牲，药王买蛇救病，龙君窃宝先登，沙弥七日命尽，竹波救虫的身，毛宝买龟放水，战败龟驮水行，孔鱼放龟回顾，入应封侯真容，屈师元才放礼，一计受增天庭，随侯杖挑病蛇，双珠怒爆千金，九将就迎出水，匪屋判罪免刑，是鳖干受杖责，鳖救除弊病轻，提举捐奉买物，临终天使来迎，景文救于买放，居发于墨喷青，梁四喜放禽鸟，数百贤以累坟，潘令尽于江河，去时水内悲鸣，幸师免身岛屿，素以感降甘霖，六祖按开裂网，道正佛团传灯，杨宝竹英救却，黄衣玉环报恩，说法无功听度，连诗画去读心，于是送善忘母，兼冒贵的殃情，人受灾难忘救，好言啼哭求恩，物受灾难忘救，可怜说话不成，你能爱惜物命，善果必从善因，出钱买放更好，养体好生卫星，既不出钱买放，何必苦苦伤身，寻常招待亲友，不宜过求丰盈，须当去奢从俭，切莫自杀生擒，鸡鸭鱼虾等物，免之即是慈人，附加一席酒宴，贫者半年良心，有福须知惜福，福禄留与后人，天地好生未得，戒杀即是放生，放生自有福报，伤身自有祸灵，吾经历一善法，说与你们去行，莲池大师见会，会名受言广深，高年正人提办，立会略取礼经，定不书列名姓，联合亲友凑成，会有受其宴客，彼此不许杀生，个个受其聚会，具用素着宴宾，年年都有宴会，会中定一章程，彼此互相稽查，犯者重一罚金，
受其所接礼物，变价拍卖收存，收作某人捐款，多买活物放生，此款不许别用，受言广深定名，如此实行推广，由近及远而行，不为从此戒杀，而且从此放生，此法贵而不废，更可劝募捐金，不但有益自己，必定有益子孙，求子自有子将，求福自有福临，可以挽回劫运，可以超度祖孙，方今杀劫正盛，难以设法救人，人畜俱是一体，恶杀与人同心，人欲免脱杀劫，戒杀放生方能，你能保全物命，皇天将你看成，无经说法救处，因果不爽毫分，超印十章传送，杀劫可免一生，超印百章传送，杀劫可免满门，吾乃中天主宰，赏罚毫厘分明，信者天福天寿，违者处法处刑，青龙大刀在手，善恶绝不容情，为此积笔传谕，男女一体领尊。民国九年1920庚申九月初九日降于四川云庆山。家家家注 A 考本作左手右孔。完家家家6007回关圣帝君振兴宝告，告曰：我奉帝命巡行，深敏人心陷逆，或怀叵测，或任奸身，或似豺狼，或同蛇蝎，不知人邻万物，实为心改一生，下手功夫，当头要务，于庭传经衣，恐是重操存。佛法曰明，道家曰真，虽有殊途，原归一致。见官有贺者，在资因至无私者，以此资而有众，谛听无言。事关古往今来，不爽逆凶敌急，心狠乌将稳守，岂曰天王？心恶绝欲陨身，谁云数减？留侯不写实，心计太深，薄道无后嗣，心情甚辟，朱门乞丐，祖先兴师教字，白屋公卿，家世心怀尘骨，心巧受祸更巧，心多失意尤多，斗受其穷，心缘执扭，频遭异祸，心时奸邪，心气不和平，不图无福且无算，心情多惰慢，总为无用与无成。善行者说，有心而未畏，天夺其魄。恶事借口，无心而偶失，鬼看其中，心过坦平，处处皆为坦地，心如危险，纷纷自导危机，即刻心肠，
在我偏多不弱，贪蛮心腹，有资书备其亲，心有真知，心无成见，身无坚壮，何以家世花名蝶乱，只为心淫，人有贤称，何以子孙舌头鬼脑，原有心毒，心小斑斑，无害心豪事事难成，福自心生，孽由心造，凡资有味，心虚自领淡名，亦曰无如，心其无愧幽独，晋生后代，因甚多生败子业孙，平等文人，缘何反或高科威力，或心事侍卫，而被主欺凌，或心守谦虚，而尊人曰己，其耳大众，勿当心抱慈祥，一切无名，各以心存平时，富者心因周济，贵者心上谦恭，贫者心守勤俭，贱者心怀廉耻，事父兄，心为孝弟，待朋友，心敬忠臣，勿心在千令，薄事殷亲，勿心好钻营，厚交势力，勿冒善心恶，勿口是心非，心行直应，事直而勿曲，心体圆处，事圆而莫方，免种心田，何限南迁北漠，广培心地，不须虎踞龙盘，及早回心，悟其心得数，我心识惑，而弟心简在矣。晚家家家六千零八回六千零八五圣帝军训，五圣帝军训，中精气一纯，于人于己，势必心诚，数推己数人，行之合一，善与人同，连连者守节，待人皆悟，一见清白，明无明尽明，悟物之理，别着分清，德在明明德，济物利人。圣经所说，正正者无私，无偏无党，大道方服，意见亦勇畏，成人取义，菩提可证，信信者不虚，一一诚实，便是安居，忍忍而亮红，包含万物，无复寸想，公公者人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勃勃者爱人，爱人人爱，道气长存，孝为孝为先，孝自成功，即是圣贤，人人民爱物，一切众生既安且固，慈慈者慈祥，欲下以宽，品行端方，决决己决人，先佛之境，立地可成，节节者甚深，松波之操，古今相同，渐渐者以习，天之所生，不可荒弃，
真真者不假，存养至性，虚伪必舍，理理义之门，升降有序，为何不行？和合其志祥，一秉和矮，恰比万方。家守此念，自良心自藏，世界之法，日月之光，成而行之，自然芬芳。大哉大道，巍巍煌煌，超凡入圣，共上天堂。若不遵行，遂守瓜肠，告尔诸众，心良不良，蒙醒一切，忏悔自将，革除以往，即是天堂。念即念，指中秋的和二十字。家晚家家家六千零九回六千零九警示文。警示文，帝君曰：吾大汉良民，恭逢明主，桃源结义，是除汉世间顽，讨魏征吴，思存炎留于一线，不义三分鼎足，壮志未生而五谷遭围，误入奸雄之手，荆州失守，旧时难辞，乃蒙兄长洪恩，大兴问罪之师于白下，君王义重，不顾失律之败于萧亭，西蜀偏安，有怀莫遂，掩念往事，书生惭愧，今偶过江南，见人心风俗，日就颓靡，而无敏事之心，引然勃发，因奉谕旨，将太为功过格增而行事，以化于顽，乃时人见之，有意以为非者。昨四月十五日，赴瑶池宴，宴本作宴，玉履冷诸仙，言及此事，皆谓太息，今欲无声可失，周身大温，前程其请，应再降笔于此，以昭前意。家呜呼，人心其俗，尚可言哉？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言，出口则以无稽之言为新闻，谈笑则以归捆之说为妙语，称富贵则抛性而谄媚，提君子则呼名而诽谤，傲慢无知，恃才作孽，叩首之头若金枪，五常七尊，乐礼余分，作揖之腰如铁柱，触风响，则日就华靡，不计家中身斗，论人品，则多生嫉妒，每求贤士侠婢，孝贫屈妇，恬不自修，竟无一人挽其气息，人面兽心，依于湖底，并不喜指出迷津，丧事用鼓吹，以人死而为乐，祝寿演杂剧，忍心害理而不修，奢侈成风，
何怪人凭才拔，天良丧尽，上求富贵荣华，有过则多方文士，不喜人归，作恶则自未得计，两眼转怒，缩玉棒之相持，就中取利，主权要之偏听，假威害民，口似悬河，滔滔者无非妄谈，比如卧船，瑟瑟者安有家闻，上曰先明世事，善感平古论今，自夸才学无双，不过棉花素柳，遇正事则抽身退避，唯恐先血沾衣，交朋友则七心四箭，反击交情扰害，密口如仪，未见酒药之约，小怨不释，常怀报复之思，萧萧然以古人自呆，听其语，无非公结阴私，暗暗然与习贤未图，考其行，都是损人利己，弃父母而不顾，利欲熏心，乖手足而相呛，门庭鼎沸，举同啄木鸟尖，生来极锐，心似黄蜂针毒，触物便伤。家每年见吾儿所奏，问田宅，问官事，问功名，问求财富，无一个问及正经圣贤学问。一月祭周仓所称，许挂袍，许送对，许上游，许修庙宇，无一个许及刊刻劝善经文。人心风俗大概如斯，尽其艰险，万言莫庆，绝红则之狐，不足以洗其胶薄，庆黄河之水，不足以荡其胸污，我之来意，盖为此也。我今在谈，萧小尚敢狂言平易，如我去后，专蒙究将何日回头，然我终不忍以禽兽待人，故不惜毁与谆谆，上记诸身之悔悟，言辞恳恳，犹望残烛之复明，上体玉皇之心，下为圣主之意，殷殷勤勤，一字一泪，悲悲切切，一句一珠，及早回头，放下屠刀成佛果，速当猛醒，拨开云雾见青天，言之者痛心，读之者刻骨，倘见思言而不悟，真是恶魁，如闻此语而不伤，弗若禽兽，顽石有点头之日，何以人尽无灵，腾蛇有听经之时，何以人不如畜，良心虽死尽，尚有一系之名，天理纵全无，岂有终迷之路，改改改，当以圣贤自呆，思思思，伏望昼夜提思，三十条之言过言功，乃识人之苦口良药，数千言之教孝教弟，成百代之规矩准绳，
高明故当奉之为楷模，与鲁游应尊之为法首。本卯应字，论道理则不言祸福鬼神，正人心则必与灾祥报应。凡有尊而行之者，一年不懈，加功一级；五年不懈，延寿一季。如有瘟疫流行，天灾时至，作善者必定逢凶化吉。若求功名子息，福寿康宁，尊奉者自然如意遂心。如有口是心非，妄加诽谤者，则天祸的祸，人祸未央。铁鞭、金鞭、虎鞭并至，转入禽兽，灭无尽其世道临头，毁将鹤及。尔等当作顶天立地之男儿，勿为自暴自弃之兄子，是吾之所厚望也。戒之免之。回家，家，家。6010。回南天圣地观夫子圣域，风萧萧，雨蒙蒙，雌精雀，下琼宫，灿灿中天烈日，凛凛八面威风，大义冲星斗，正气贯长虹，马骑赤兔，刀眼青龙，离合英雄乾坤内，相逢兄弟古城中，大业既定三分，壮志未成一统，叹江山几次改动，蒙恩荣，四点重龙，敏苍生，驾动鸾鱼，念赤子，露出蚕丛，观京城，无限凄凉，见黑气，甚是恶凶。凄凉本座从亮亮本有心旁，忠厚和平堪恕，机巧变诈难容，尽皆是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兄不友，为弟不恭，夫妇不和顺，朋友不信从，习熟了骄傲气象，养成那刻薄心胸，正道浮游，侥幸作用，不存天理，哄骗愚盲，做出许多傀儡，造成无数巧功，只图肥润自己，那只恼怒天宫降下了诸般劫数，收服那恶人种种，水火刀兵未了，疾病瘟疫又逢，一本座右上病左下黄，鬼哭神嚎，山摇地动，转瞬间，三九堪痛，曲江上，火龙加工，那时节，父不见其子，弟不顾其兄，夫妇分南北，亲戚各东西，百年事业成何用，万古功名总是空，某不忍生名遭涂炭，某不忍善恶无异同，几次气扣凌霄宝殿中，一心心只想结束消融，
鬓发斑斑白，鞋内点点红。一晨达甚聪，五节渐缓松。又感动，三星临凡尘，八仙出空洞。甚佛神真，广大平猛，处处飞鸾。正会发龙，谆谆欲闻。汗牛冲动，愧及盲龙本作龙。不为家为报，而且至成风。话不转萧萧世道，晚不回痴痴愚盲。想当初，错把拿玉指手捧，拿铜拿，到今朝，又有何言对玄穷？没奈何，再不断，把这唇舌弄，不断本缺，众凡民，一个个，须量某苦衷。一不要耳赢钱，二不要耳摘功，只要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君亦臣忠。方便时时行，经典多多诵，圣谕宣讲，神训尊崇。从此六界保身，自今三位参公，做一番，顶天立地大豪杰，为一个，调元赞化大英雄。切勿为善不勇，切勿为难不忠。功行满，超登三界，善果缘，敬上九重，朝金阙，夜琼宫，圣神欢悦，仙佛隆重。其乐也谢谢，其喜也融融。盖天古佛，昭明义汉大天尊，三称回晚家家家回，观圣帝君感应灵咒。帝君曰：今乃盂兰会齐，吾今清灵坛，特授尔灵水，方可躲劫盘。吾即产胎卵，发育混沌前，三台鼎正气，五行可完全。无刺耳心印，真口语流传。又壮观春秋，忠义廉洁全。父后志在汉，偃月战曹瞒。事不从人愿，斗口悟妙玄。心存仁一片，保节度有缘。不计功数万，金阙封盖天，日堵劫盘现，不得不以传。无相存心念，当体一二三，正心与诚心，各相寄心田。当有南陵身，借顶瑞冲天，分身百千万，即来护身边。若遇众魔道，一点魂飞天。若遇刀兵劫，性命不能捐。若遇瘟疫降，瘟疫不能缠。久久常诵念，老者可延年。若遇水火时，即刻停风烟。舟船遇水灾，即刻浪平安。中原设坛面，孤魂出幽关。早晚勤诵念，九祖列仙班。
我传秘密语，此水不非凡，不可当戏玩。尔若负我者，请试偃月刀。我若谎诸子，永不正先天。前传张敢事，我今复又言。臣系常诵持，功臣列玉篇。汲汲如太上承天应运，道邪无皇。三级射箭大钟，统御万灵。穹苍圣主，通明高真。昊天精确仁义盖天古佛，玉皇普渡大天尊。玄灵高尚地狱令士，回家家家六千零一十四。回观圣天皇简介六千零一十四。富灵侯大帝简介关公之子。版本全因合刊，应赠道教明善学院，地址香港元朗井上路元港新村东边路一百零六地段，电话24885484。加关圣天皇简介。关圣帝君，本乃紫微宫朱衣神诶，协管文昌五区星。文主人，人手忠孝，武主义，一手廉洁。见汉室多奸党，玉皇鼻命帝君临凡救万民。在世姓关名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人，今山西解县。生于东汉桓帝停西五年，公元162年。地乡卧蚕眉八字，丹凤木双金，五龙须百尾，一虎鹅摇身。帝君素览春秋，又观孔孟，唯以孝悌为先，修身治国为本。时黄巾作乱，帝君与汉室后裔汉景帝玄孙刘玄德及刘备及豪杰张飞于张飞家庄桃园结义隙，匡扶汉基，久为扶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其时风云际会的诸葛孔明出卢魏相逼，建都西蜀，与孙权、曹操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帝君兴歌十余年，假不离身，夜无稳睡三更。其中心朝日月，意气贯乾坤。尤其以明治归汉之中，剖骨疗伤之勇，风经挂印之廉，华容世操之人，千里寻兄之意，秉烛达旦之礼，水淹七军之志，单刀赴会之信，为世人所轻颂。帝君自非身后，历代君有风势，成为旷古武圣之最，与文圣孔夫子并重。于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诸佛先圣推举帝君为中天圣主及天皇矣，掌儒释道三教之权，管天地人三才之柄。遂至公元1971年，天地任期届满，三教圣主
诸佛即诸大菩萨，九天列圣先真，一致推崇帝君于末劫之末，得配三才，除魔扫妖收戾气，使天地复位，故众圣晚天地连任一纪即六十年，蒙天地允邀，复掌通明即通明殿，天地浩然正气，修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在我国民间即受百姓信奉，晚近人心歪变，误作天地为五财神，朝夕前奉求财，十大六也，家 A 子为公，又名子为元，寒光秉阳，书经吐光，治愈四方，天佑四极，北方为北极，子为大地主之，统御万星，万星地主，居子为公，圣帝元世子为公理诸一神，比玉皇大帝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如人间之皇帝。C 按年龄次序，刘备稍长为兄，帝君为二兄，张飞为弟，刘备先主今已为正卿虚府，张飞封为护国神。张飞曾在世轮回三转，在汉末为张飞，在唐为张巡，在宋为岳飞，轮回三世皆忠烈。帝诸葛孔明元世广惠兴，及汉朝严子陵，在宋为朱文公，轮回三世相，永不下凡尘。一中天圣主一直以六十年为一任，即一甲子，此职由诸仙圣佛推选。家富陵侯大帝简介，关公之子，报告，名刘汉代，甚遣西朝，为赴持驱，跨马踏三更之月，救民水火，临江称一夜之舟，寄甚积于途经，封韩白帝，表忠心于史册，果正丹丘，气慨森森，王爷开刘家之誉，精英浩浩，壮怀少磐石之修，张教则于伯庐，鸾飞舞夜，树如宗于唐国，却造丁桥，大悲大愿，大圣大慈，龙华三会普渡万灵伏魔荡寇数圣金刚大帝寇，灵猴大帝简介。灵猴大帝姓关名平，三国时山西省解州长平村人，父为蜀国主将关云长及武圣关圣帝君。灵猴又有神威，德意微微，年位弱冠，文经武威。